我想拥有一条尾巴，我要和黑暗魔王交换尾巴。那我给你交换小熊帽子，我还没有戴过小熊帽子。那我要和黑暗可可交换恐龙外套。黑暗可可，你想交换我的背带裤吗？大宝哥哥，我可以交换。我也想要一条尾巴。算了，小雪，我们交换发卡吧。我想试试红色的蝴蝶结。好啊好啊，我也想戴你的贝壳发卡。呵，太好了，我们每个人都交换过东西了，我有尾巴了，看我多帅气。没想到小雪的蝴蝶结还挺适合我的。我也喜欢小贝的发卡。虽然这个帽子有点小，但我还挺喜欢的。新衣服，新衣服。红烧肉太好吃了，大宝，快过来拿饭。好的。大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妈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今天只能吃米饭了。我的红烧肉，可能还大一点也不够。好热呀，好热！哥哥，你能不能把风扇关掉？我好冷啊！都怪小妹这个小熊帽子，实在是太热了。哥哥，那你为什么不取下来呢？交换日交换过的东西，在这一天是必须带在身上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觉得大宝哥哥这个衣服不好，我都不能好好吃巧克力了。熊妹，你怎么有黑眼圈了？我。这个大尾巴让我晚上怎么睡都睡不好，走路还总是睡觉。原来是这样。小贝，你的头发怎么这么乱？还有小雪，小贝的发卡太小了，根本卡不住我所有的头发。小雪的蝴蝶结把我的头发扯掉好多，我一点也不喜欢。哼，我也不喜欢你的贝壳发卡。哼，你们别吵了，看大宝过来了。大宝，你怎么了？哥哥的恐龙外套太占地方了，总是把东西撞倒。我的红烧肉还没吃完。哎呀，好热啊，好热！熊妹，你的小熊帽子实在太热了。大宝哥哥，你的背带裤让我没法吃巧克力了，我不喜欢新衣服了。你这已经变成旧衣服了吧？看来大家交换的东西都不适合自己。交换日已经过去了，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终于不用穿了，终于凉快了。太好了，大尾巴消失了，我的发卡。看来只有自己的东西才是适合自己的。对，不能因为别人的东西很酷就随便交换。